如果你真的曾经得到过你不会唱歌的评价的话呢，不要灰心，因为我们今天请了三位非常专业的人士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，就是世界上是没有不会唱歌的人的，只是没有人好好教他们而已。是，你少给我装样，你真的相信这件事吗？没有，真的有人不会唱歌啊？像你就算是不会唱歌吧。没有你，我承认我在万人演唱会上唱过歌哎。你会唱京剧，可是你不会唱流行歌。你不要逼我们康熙要做一集教我唱歌，让我压力很大。可是你知道我最近有很深的感触哎，发现我不能在众人面前唱歌。因为我最近在几万人前面唱过了。因为我不是最近担任小猪演唱会的嘉宾，然后我看新闻转播，我跳舞非常棒。对。可是我唱歌没声音哎。真的吗？然后偶尔有几句比较清楚的，就真的不好听。我听说那一整晚就是靠肉体取胜啊，你几乎没穿，对不对？我就发现原来我的实力是很要在小型包厢，或者是比如说两个人听我唱歌的话会很好听。你会害我们两个有一天必须要被老师教唱，然后作为一集，这样好吗？这件事还蛮困扰我的，就是无法在万人面前唱出好听的声音。他们今天会告诉我们一些学理，好像要证明说，真的每一个不会唱的人，其实只是没有遇到名师而已。我们三位名师都是天王级的老师，欢迎你们，好老师。吴伦兄，你有没有恨我们今天指派给你的学生是这位？你说徐威老师吗？因为他真的恐怕是今天三个学生当中最……我不恨你们，我恨我自己。你当时有挣扎说我要别的学生吗？其实没有，其实是我要徐威老师，才能显得出你的功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徐威老师在以前他在贵节目的表现，我封他为史上无敌终极大音痴。所以你觉得如果克服他，但是如果他可以唱歌，我觉得全天下人都有信心。你好像认为不是，我觉得他会选徐威老师，只是想要跟他免费学英文。我为什么跟他学英文？不需要啦，不需要。但是我的确是用英文方式在教他了。OK， 因为我觉得英文有音节嘛，是，但是有重音嘛。就是哪一个地方有重音有轻音，也许今天徐威老师会让大家吓一跳。哎，我觉得黄国仁瘦到袁惟仁会不高兴的地步。嗯，他一直都不高兴。两位可以站起来我看一下吗？因为为什么同事老师一个可以瘦，一个不能瘦？我也没有到胖。黄国仁他以前来康熙的时候那个扣子是扣不上，是哈，他现在已经扣得上了，他现在是偶像的身材。他这已经是炎亚纶的身材吧？国仁。哇，这个婚姻没想到带给你这么多的改变，我蛮替你高兴的。所以，因为你有被逼着要减肥过？没有哎，我大概就这样了。所以你不羡慕这种身材？不会不会。你不会很希望拥有偶像的身体吗？还好哎，坦白说。所以你要有那个脸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到黄国仁这么瘦，你回去不会跟别的音乐制作人讲他的坏话吗？会会，没有，我觉得国仁私底下一直是一个很自律、很优秀的艺人，他的确蛮懂得怎么在最好的时候衬托自己。我觉得小胖今天录完就会在外面造谣说黄国仁吸毒吗？我还真的有一点啊，因为现在才子们真的很互相看不起，爱吵架。是，然后陈建宁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一百二有一点变化，嗯，而且他完全被蒙在鼓里，哦，所以他现在还在心情不好吗？我觉得要是我是老师的话，我会有一点不高兴，既然这么重要的事没让我知道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感情生活有变化，结果我不知道，是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你们知道他们团圆的情况吗？今天看报，哎，你们都知道吧？今天好，就今天的早上的事情，对啊，就是菲儿跟阿庆，因为那时候不是说要结婚了吗？有听过这个消息，结果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没有，我其实也很意外，因为我们三个一直都是在音乐上的伙伴嘛。那平常因为其实我比较去少干涉他们的感情生活，所以其实一直你们三个人一起表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孤立吗？就是他们两个卿卿我我，就你一个人落在，倒不会。比如说我跟阿庆的互动也很多啊。对呀，比方说他是吉他手，这个键盘手，我们有他们两个会在那边很亲密的时候，你会故意过去想要插入谈话，然后阿庆就这样子吗？这个不至于了，这个倒。可是如果顺利表演完，非可以亲阿庆，可是却不能亲他。然后陈建宁就一个人站在旁边，干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因为我们其实即便他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像工作伙伴这样子。所以是你造成他们分手的吗？没有，哎，应该不是吧。我觉得是应该是个性啦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去过问。那你有生气他们瞒着你这件事吗？坦白讲有一点，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够意思，因为大家都是团员，对不对？好歹也不要让我是这个
见报局外人，对对对，就快点拆伙啊！今天是谁啊？应该是来乱的，是不是？不报吧？为什么要拆伙？你快去追阿庆啊！我去，我去追阿庆，为什么要追阿庆？我也不能追女的，为什么要追男的？就看他个人啊。丫头说她的声音造成她跟某一任男友分手，因为那一任男友对她提出非分的要求。好，嗯，因为那时候是因为那时候男朋友他的朋友就是问她说，跟我在床上的声音是什么样子？然后结果他听朋友讲了以后，他也很好奇。你们平时会讲话都这么直接吗？很直接吗？我是在叙述一件事情，对。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，他也很好奇，就来跟我要求说他想要试试看。然后后来我觉得他这样很不尊重，因为他只是为了要跟他朋友炫耀我的声音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男生不应该在一起。所以那时候你们还没有发生任何事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觉得这种男生很不优，因为感觉好像我只是拿来被炫耀的东西，好像是一个洋娃娃一样，听听他的声音怎么样，然后跟人家炫耀。可是赵正平先生也有得罪他，哎，哦，就是当众叫他做类似这种事情，就是比较不礼貌的。真的吗？赵哥很下流。红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认识他，有一起合作。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坐在这边，然后就说：“丫头你来。”然后我就过去，他就说：“你叫。”我说叫什么？他说：“就叫两声来听听啊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叫？”他就说：“叫你叫就叫了，废话那么多，快叫。”然后我就很尴尬，然后现场很多就是男性工作人员，然后当下就太生气，我就呛他说：“我说你要听女生叫，你回去看 A 片啊。”然后就现场工作人员就大笑，觉得赵哥就很生气，就骂脏话，就包就出去。丫头会不会是因为你的声带比较短？有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。我觉得这其实，在生理学上面，有些人声带真的比较短。他有找过医生说要动声带，真的还假的？可是因为就是他说动完以后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声音，然后因为我太害怕那个声音如果不是我想要的话，那我会后悔。因为讲一个那个学理啦，就是你知道如果笛子很短的话，它的音高就很高嘛，如果笛子很长，例如说有一种那种很长的那种黑管，它的声音就很低，所以最短那种就一吹就很尖锐的那种。对啊对啊，所以丫头如果动了声带，如果把它拉长以后讲话，可能是喂大家好。这样也不太好。对，没办法，加太长就好了，加一点点啊。我就怕医生手术的时候又不能一直这样。哦，你现在看，这样好奇怪哦。有人，你这样，他讲了这故事以后，你会产生遐想吗？我觉得对声音的部分啊，丫头的声音是有魅力的。我相信大部分的男人都会听到一些很娇爹的声音。你怎么讲那么下流的话？不是，我纯粹就声音来说明。他特别提到他在求学阶段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声音遭到一些排挤，甚至于同学会欺负他什么。他跟你讲这个，他会跟我讲这个，讲了这个我就不太好意思再凶他了。不是，我本来打算严格一点嘛，可是听了他这一段过去，我就会比较心疼。你说小少女跟你撒娇，你就放过他？不是，他们可能的承受的压力没那么大，你如果凶他了，反而适得其反，他学不好。他需要紧紧抱住他，给他安慰。我其实蛮想。喂，没有，当然不用。我们一直访问少女，徐薇会不高兴吧？少妇有什么话？少妇两个字用的最有良心了。贵妇，贵妇。哎，不是。旁边有一个你的翻版的一个。对啊，我是徐薇。你忘记我，你会学好几遍。你曾经就说错。走音，我再唱一遍好不好？简单一点，你本来唱歌也就是这样。蔡老师，你教他，你教他，你应该也要学。汉典，你学的不像，没有那么准。汉典，这是大概两年来我觉得最像的一次装扮呢。他很像啊，他重点是发型吗？还是发型跟上衣就完全是徐薇老师哎。对，这上衣是哪来的？哎，我的 slogan 你要讲一下啊。I can teach you better。哎。好，
这一次有个人愿意接受这么艰难的任务，有一部分是因为你要担任师资，对不对？就是在一个演艺学校。是，容许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明星艺能学院已经到第四届了，这一次特别扩大招生，我们会有北京的部分。而且如果今天你把丫头教得很会唱，我觉得你们这个艺能学院就会说服力非常高啊。哦，对哦，对啊，这是一个活招牌。那你们应该给我香盈或者徐威，怎么会给我要？不是你自己选的吗？好好，没问题，不会。小胖老师，你相信我，是不会想教徐威。哎，你不是说你要求教我的？相信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那件事情，三位老师都同意，就是世界上是没有不绝对不会。其实我有点反对，那一天在录音室，我真的有点吓到。而且他一直在唱，他一点唱的都不准。可是他在录音室戴着耳机唱的时候，就会给我比大拇指。就他认为自己，他认为他自己唱的好极了。可是他真的没有一个音是准的。我虽然不是音乐天才，今天有比较紧绷哎。没有，有吗？有吗？好像脸是瘦了一点，对不对？瘦，因为我刚从云南回来。OK， 哎，我可以。你在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刚从云南千山万水云贵高原，然后探访当地非常贫穷的孩子。嗯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每天20块钱，一个月600块，让他们能够继续升学。OK。那他们对外完全是没有资讯的，所以我到那边，我对他们来说是台湾最红的人。因为他们如果没资讯，怎么会知道你？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台湾。可能是徐威告诉他们说他是台湾最红。你比的大拇指。湘盈会在整个被训练过程中表现得很没有信心吗？就是会一直不是觉得自己唱得很不好这样。他其实最大的问题、最大的障碍是信心，就是你刚才说的信心，就是说其实到底自己有没有唱得那么不好？其实可能没有，可是因为很多的紧张啊、跟恐惧、跟惧怕，就觉得越来越唱不好。所以当音乐下去的时候，整个就荒腔走板。应该不是我们对你打击最大吧？你是有上一个别的节目的歌唱比赛，结果完全唱不上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我之前上那个羽柏，然后就是那一天是彭佳慧老师的歌唱比赛。可是问题是我平常去那种钱柜啊，我唱他的歌我都飙了上去，可是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准备那个《相见恨晚》这一首。可是当场哦，那一天当场我是完全唱不上去，是完全破音的。你只有在康熙被羞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老实说也只有康熙敢这样对我。对呀、啊。你有在别的节目唱过歌吗？有一个节目有台。然后那是临时唱的一个，我跟曾国城年龄差不多，所以有一个同时的儿时回忆。他说：“那我们就一起来唱那首歌。”但那里面、啊、也得到好评，应该不错吧？他也就应该不错。现场他怎么讲的？你可不可以？你不用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他意识能力真的很强。就大家就说好听还难听，你应该记得吧？我妈也在现场，我唱那首歌是因为。讲起我妈妈小时候，就那首音乐课的歌，就是我为什么说了那句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亲爱的妈妈，这首歌。然后我唱完，他掌握了每一个，是什么？他掌握了每一个可以走音的字，他都走音了。充分的掌握了走音的诀窍，他感觉好像是故意考零分。而且小孩子，你犯了错，你不能问他说现场的反应怎么样，因为诗歌症的人他是听不出讽刺、生气跟。是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妈当场就哭哎。不是，对不起，妈妈哭了。刚才那个唱歌的意思是，他已经被黄国伦训练完了吗？我不懂啊，刚才那不是。我没有训练这一首童谣啦。你是说每一首都得要特殊训练才能够完成？我觉得它需要很长期的训练。其实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。老师，刚刚你唱那段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是觉得我唱的不错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觉得不好，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徐威可能他现在唱歌，跟他在幼儿时期唱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。哎，我妈咪讲这句话。唤起了儿时的回忆。对，我觉得他唱童谣非常有说服力，真的。他还有很强的童心未泯。妈妈觉得他还是以前的徐威。对啊，那也是一条歌路啊，也是很好。这一次三位老师非常的认真呢，他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训练，然后拿出了自己的一些基础训练的本事。我们看一下三位受训的过程。在湘盈进行歌唱训练之前，我们先来回顾他之前在康熙唱歌的惨痛回忆吧。对我说你紧紧跟随，你觉得疲惫。
教了我四个方法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因为我气不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教我的方法就是用皮带。不是你是推我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，我弄一个东西在你的肚子里面，用力拿勒紧的时候，你的肚子就会相对要抵抗这个力量，你的肚子自然用力。你自己要那个会用力吗？对，我记住了。然后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那个用卫生纸吹气。你想办法呢，对他吐气，然后把它垫在墙壁上。不能让它吹，不能让它掉下去，对。看着陈经理老师把卫生纸吹得纹风不动，相应也能做得到吗？关上。好难哦。控制你肚子跟你肺部的气。来，工作人员来一下。哎，没气了？为什么你可以？这是很基本的哦。应该有一点。时间太短了。有一点点。所以你这个要去吃中药，中气。然后第三个方法呢，就是念歌词。突然之间，天荒地暗，世界可以突然什么都没有。好，就这一行话，你光念都没有表情。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文字的东西。第四个就是那个节奏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心意不假。我的美貌为了你疯，我的美貌为了你疯，不是为了他。你要用心去感受这个节奏，你的音乐才，你的歌才会唱得好。但是呢，以上这些我都还是觉得很难。对。我觉得完全是要抛弃自尊呢。可以拿领口打腿那段多尴尬。很尴尬。而且老师还说叫我要就是想象我自己是那个拉丁舞者。拉丁舞者。可是去KTV玩的时候本来就有领骨，你可以打拍子的。可是他跟陈建宁面对面多尴尬，还打。没有，可是因为我们去唱歌，我们平常去唱歌，我们是就随便打嘛。可老师是砰砰砰砰砰，就是要跟他说叫我要听那个，你要听不是听，你要不是要记歌词，是听音乐。其实我觉得这都有刚才教的那些都是有学理的依据哦，因为大家不要以为说领鼓放在那边是没事干的。其实因为那一段我们在教他快歌嘛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在领鼓来了耶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哎，你给丫头，你给丫头。老师来个音乐，我看丫头会不会打拍子。来。还没来，要抓到那个节奏感哦，你要抓到那个节奏在到前面来，然后给你音乐，你打打看拍子哈。打反拍吗？你就打多一点，大手。徐威，徐威，徐威，徐威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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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来了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掉了，二三四，打他打他，好厉害，有了吧？有了有了，有了，还有啊，我就说我有嘛。但我觉得陈建宁老师用的方法是，我觉得相应有，我听他唱歌，他有一定的基础，打反拍。反拍，先打正拍吧。哎，正确，非常正确。哎呦，正拍，快点，正拍，等一下，正拍，等一下，这个词
思不是反拍，是错，就是错过一拍的意思吧。没有，其实他是 upbeat。对，当啊下去的时候他上段。你们唱京剧的人懂反拍吗？哇哇哇哇！他懂，我们京剧的锣鼓点子非常重要啊。他锣鼓点呢？有什么感啊？嚣张的皮肤。可是因为吹卫生纸那一招也会不行，我不行哎，我练过，吹不起来。来，给我放在手上好了。这样，然后他开始，我把手放开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手放开，一二，吹气，定住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要多近？都可以，可以控制就好。一二三。哎，有了，哎，然后看能持续多久，哦，这样够久吗？还不够久。那皮带，比方说我现在压你，你就会有一个抵抗我的力量。嗯，那一样，我在你的腹部束上这个皮带的时候，你肚子自然会用力，因为你为了去抵抗这个皮带的力量，所以你唱歌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你肚子会用力。所以唱歌一定要用腹部吗？最好是。所以我们讲丹田嘛。对。所以不可能有歌手是用胸腔唱吗？其实胸腔是一种共鸣的位置，但是我觉得用气的方式这样腹部。可是你用皮带绑圆圆人那样，他也。这怎么皮带绑太短？一定要唱。那要用够大的。对对，要大好一点。是。坐在中间被攻击的感觉蛮爽。这一次相迎练到目前为止，你觉得他可以在我们节目唱了吗？我今天选的是一个比较难度的。所以一般来说放卡啦，可我觉得表演最难的就是 live， 那 live 最难的就是 one piece， 一个乐器跟一个 vocal。不会是你要帮他弹吧？就我帮他弹。好，我们很期待湘莹上台喽，听见吗？湘莹，他把这个当成一个是 keyboard 的独奏会。有道理，对，有道理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是独奏吗？湘莹是伴奏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没有，我要说一下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就让这个乐器跟这个 vocal 有一个互动，琴瑟和鸣的感觉，所以我就用琴在带动他的感情。卡拉是无情的。你落拍以后，卡拉还在走啊？哎，国伦，你弹的时候也会这样吗？会压车吗？其实我觉得他是弹，我觉得建宁弹琴很有风采。你弹，谢谢。你要表演那种？其实我不太会弹琴 ，sorry。你是吉他？我是弹琴。哦，是吉他。刘文仁的你会吗？会，还是会有一点。你可以这样弄来弄去。没那么夸张。你是哪？你会有一点什么？借我们看一下你的风格。你先照你自己，的风格哦。你先照你自己的风格。原来的风格。学陈建宁看看，他叫你念歌词的时候，他后来有把你教到怎么念歌词才算有感情吗？就老师有念过一次给我听，然后后来他是说叫我要，就是他说你念歌词跟听那个就是唱歌是一样的，你要融入那个感情。所以你把头两句念给我听听看。突然之间，天昏地暗，这样的语气已经够
就又不及格了，又不及格吗？光是忽然之间天昏地暗，忽然之间天昏地暗，其实很有一万种的，就是可以各种变化，是不是？所以老师以你自己觉得最浓的感情，你会怎么念？最浓的感情，这个有点我，但也不要恶心哦。是，好，忽然之间。不要恶心，不要恶心。那方向怎样？你真的很坏，你这么设陷阱干嘛？没有，这个真的是啊，因为在录音室里面，我们要有那么好笑吗？不是，因为你真的很戏剧化。是。可是这一招你们两位老师有用吗？念歌词这件事，念歌词是有必要的，是有必要的。昨天国文老师还打电话给我，特别跟我说。叫我不要紧张之外呢，叫我的歌词呢一个字一个字放慢速度去念它，我就听老师的话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念，念起来很有感觉，真的。你自己讲我们不信，真的就是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潮落，恩恩怨怨，你是不是叫我这样念？不是。我是叫你放慢唱，不是用念。他真的很会自己发明一些逃生的方法。他有他自己的世界，很好。他很想看袁惟仁老师训练丫头的过程。训练丫头唱歌有这么容易吗？先来看看他之前在康熙唱歌的情形吧。你不是说你唱歌的声音跟讲话声音不一样吗？有不一样吧？有，刚是更扁，对，刚刚像杨花花背后被拉了那个朋友又开始唱出来的。一直被娃娃音所困扰的丫头，小胖老师有办法拯救她吗？用这里的共鸣。不是，你摸我的这，有震动啊，有震动啊。那你要摸我的吧。我可以不用，可是你可以震出来啊，有一点点，不行，要像我，都是低的。那怎么找那个地方？你这样啊，有一点啊。他找到我的胸口，只有震动的感觉。那因为今天是第一次练习，所以现在还找不到震动的地方。哈，哈，又没。好像有点低一点。有哈、哦。不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那我试这里好了，试胸口，老师说的。丫头经过老师重量级的低音训练，还有自己独自练习一阵子之后，就要进录音室来练唱给老师听喽。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手拎着落叶的巴黎。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。我其实蛮替他高兴的，不然唱歌讲话都还蛮有自己的辨识度啊，自己的魅力啊，这也不容易啊。祝你成功啊，丫头。我感你是不是放弃？不是，也不是放弃啊，因为这个真的。我觉得你放弃了，你没有在教学，你只是在骚扰他。没有。你摸我胸口，你摸。我只是在最短的时间。这段要拍两小时吧。我只是在最短的时间让他明白说怎么样可以增加自己的低音、中音。可是男生本来就比较有低音，他没有啊。是，这个是可以练的，长时间下来是有娃娃音练得出来吗？不是，就是改掉娃娃音，不要太多娃娃音，或者是可以收放娃娃音。被训练过程当中比较多像是一个少女的写真日记，就是他没有在干嘛呀。那老师是最快教完就闪人的老师。真正的教学只有叫你用胸腔那一招，其他都没了。老师就像神仙一样飘来，后大家讲解胸口完后，他就飘走了。没有，我还听了你在那。所以你现场摸了他的胸部，你就走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要摸他的胸部。
大家冷静一点。你这样让他跳到黄河行不行啊？对啊，他在教他往共鸣往下了。但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方法，其实我觉得丫头可以做一个方法，例如说角色扮演，例如说念一个句子，例如说故事书里面有怪叔叔真的很多，角色扮演都来了，有小红帽，有奶奶，有大野狼。对，例如说你在念那一个角色扮演的时候，你会用不同的音调。例如说你大野狼，你就不可能用那种很高的声音，你就大野狼你好，小红帽我是大野狼。啊，奶奶你在哪里？小红帽啊，其实我觉得他慢慢从你后面两个是谁？后面两个，哪一个？好像还有小红帽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会不会太粗了？刚刚那个，我是小红帽，他是烧虾的奶奶，因为感冒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用这样的角色扮演，其实可以练出不同的痛。他做不出大野狼的声音，他可以啊，你试试看。我是大野狼。不要用这个，他下不去。我放松放松讲。我是大野狼。他死掉了。因为你帮他选这首歌，是因为唱起来蛮有自己的样子，这个声音。在歌曲的选择上面，如果透过丫头这种比较娇滴的声音，反而是适合的。嗯，我们等一下听到就会是一个她的版本的旅行。听到她的版本旅行的意义。OK， 好，丫头加油。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却说不出却说不出你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。你累积了许多飞行，心挑选纪念品，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大风和日丽，你用记忆的土耳其，你留恋电影里每一次美食的光影，说不出你什么巧合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谢谢。我要哭，这么严重？我觉得我们好像欺负小孩子。不是，就是好像是在学唱歌前也是，好像是类似的情况。他其实，在康熙以前。用过这个风格唱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真的、啊，那因为老师闪得太快了。不过他刚才彩排的时候其实唱得很好，我觉得是因为紧张啊。对了对了，真的吗？彩排的时候唱得比这个好吗？他彩排嘛，因为我正好在那边听，比较自由自在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太容易紧张，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讲那么一大段，对他的一些建议啊。哦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。是紧张吧？他是紧张，而且我每次跟朋友去唱歌，等他们喝醉以后，我唱歌我都觉得真的唱得很好。对对对，而且他最后唱完有一个很迷茫的眼神看着远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好像我们在做欺负人的事情啊。最后那个眼神还蛮……你刚刚一点都没有 enjoy， 对不对？就是很，因为我要像考试一样，我要想着压力声，要想着节拍，要想着节奏，然后想着情绪跟感情，就什么都想了以后，就一直。这个忘了一下，马上又要想这个。所以脑子里是不能够想事情的吗？真的是不能想太多，而且是几乎是那个歌词，感觉是都已经放在下面准备好给你的。对，你应该要有这个能力，就唱起来就会自然。所以歌词需要放吗？
歌词，心中要有歌词啊。黄国伦先生训练徐薇小姐的过程，在徐薇进行不可能任务之前，我们先来复习她之前在康熙开创的片段。你说过两天来变别首歌了，变了，一等就是一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唱错歌手，把爱情还给我。我今天来呢，要接受国伦老师的魔鬼训练，希望他可以点石成金，发掘我另一个唱歌的才华哦。我们第一步先就是先来识别徐薇老师是不是音痴，我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哈，你跟着我的音发好不好？好。哆哆哆哆哆。徐老师，我知道你的原因，你太急了。你是一个很急的人。对，你好了解我。这个时候黄国伦老师发明了用英文单字学习唱歌的方法。天天的一样嘛，对不对？ Tomorrow Tomorrow Tomorrow。 你要我学你那个，对，你要我学你那个咬字是不对的。你要我学你，要我学我。哦，学你，学起来。你再念一次。 Tomorrow Tomorrow。 对，你会吗？会啊。所以你其实你是可以 copy 人家的语言跟腔调。是，我是九官鸟啊。我现在要你来 copy 我的声音。好。哆哆 re re。 真的。咪咪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。准的，准的。你是不是很觉得很？你是不是觉得很清楚的声音？有啊，好清楚。因为我现在在教徐薇老师一个方法，就是很多声音比较像音痴的人，他们听不太到音乐的感觉。你把耳朵这样把它压起来，你会发觉声音变成在耳朵里面很大声。愿意为我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。刚刚跟着我唱一次。哦，你现在有摇椅的声音，有我的声音。哦，好好好好。你的声音。好，再一边。对，再一边。好，等一下来试试看。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徐薇加油。其实我觉得教学的过程最可怕的是他跟你装熟了。对。你知道他，你好了解我。会当成算命命理老师哎。因为我说他很急，因为他对于音乐不加思索的就说出来。我认为说他把音乐当作英文在随意的挥洒，但是我最后教他一件事情，我教他要谦卑。我说你在音乐的面前你要 humble， 对，你要虚心，你没有那么好。他就觉得说，老师我没那么好吗？我说是的。然后我说你要虚心，你要谦卑。我反而不鼓励他自信，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太有自信。可是整个教育过程没有让你不快乐吧？没有啊，我还是很开心。就变谦卑并不会使你不开心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勤能补拙的人，但是我过去20年我没有时间练歌，对，所以我练了以后就吓死人。可是你现在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吗？我听得到，又不是聋。没有，我说唱歌的时候，唱歌的时候，我听得到啊，我听得到、啊。S， 我跟你讲，其实徐薇老师非常认真，到最后他本来信心满满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可是我其实我有磨他，他到最后很沮丧。他到唱完《我愿意》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我们回 playback 给他听嘛，他整个信心崩溃，然后最后他就自言自语说。那老师，那我唱生日快乐歌好吧，然后就开始唱祝你生日快乐，没有一句是准的，连生日快乐，包括连生日快乐歌他都唱不准了。好，欢迎徐薇小姐。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。至少梦里。
拇指。有吗？我觉得有蛮多音是准的耶。他有很多音，就我们以为要走掉，就他做到了。他天板要跑掉，可是悠悠那边又回去了。我很努力。然后他到最后飙高的那一句，他也飙到了。最后一句他有唱到啊。何不潇洒走一回？我也有唱到。为什么这一段谈话大家都这么乐观呢？你这社会很不公平。对，我觉得丫头的表现比较好。我代表，我觉得两位湘怡跟丫头都不是算诗歌症的人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徐薇真的已经很典型，她像哦。可是说实在，她唱，她包括刚才唱儿歌，你现在随便叫她唱一首歌，她还是唱不准。我要听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四到五个 key 啊，我张他到五个 key 上，对对，所以老师这是诗歌症哎，因为他以为他唱到哎，他唱到，我要哭了。可是以前我刚刚是合唱团的，可是潇洒走一回都准。如果她的老公愿意跟她说实话，她会进步更多。算了啦，那夫妻会不和啊。圆圆，我安慰你，就是我们真的是用不同标准了，是是是，因为。徐薇在我们节目被我们消遣了很多次，了解。她刚才是真的拿出全副的斗志来做这件事情，哦，那真的不容易。然后她也做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就比，因为丫头之前我听过跟刚刚的表现差不多，真的吗？就是这样。这一次你有拿出斗志来，徐薇不错啊。你其实彩排之后更好，对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没关系 ，OK。对，所以差不多了吧，这集。迷人对啊。实在想不出鼓励的话，我觉得陈志明跟黄国伦两个人教的算有独到之处吧。那我们下次要再派一个给你，好，好，看你能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辛苦三位同学还有三位老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謝謝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。